就是耶稣掌权。在现今的社会可能动荡不安，我们可能有很多的重担、软弱跟困苦，但是在圣经当中说，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。这个世界呢，耶稣已经得胜了，并且耶稣掌权。所以呢，不管在我们任何顺境逆境，不要害怕，只要相信，因为耶稣已经胜了这个世界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唱耶稣掌权。Yeah.
同行，是不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？在圣经当中，以诺他跟耶稣跟上帝同行多久？有谁知道？300年。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跟耶稣同行300年，但是我们愿意从我们信主的这一天开始，我们就跟耶稣同行，因为有主同行，我们就能得着能力，刚强壮胆。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有这样的意愿，有这样的心智，在我们每一天当中呢，都与我们的主同行。下一首歌，我们就为你们，带来这一首，就是《因你与我同行》。今天从天上所要来给弟兄姐妹所有的话语。